主席，本院委员吴玉生、林鸿池等十二人临时提案，有鉴于刚刚落幕的哥本哈根全球气候会议，各国协议以降低全球暖化速度、减缓气候变迁提出减碳目标，而今年气候变迁的地缘政治专家温戴尔更直言，更气候变迁对台湾造成的最大危机就是粮食危机，台湾可能在未来数十年之间面临农渔业自然资源之荷竭短缺，造成整体经济环境动荡。为求防患于未然，本席认为现行的农粮政策更应搭配全球暖化危机进行整体的检讨与规划，建请行政院应该及早研拟农渔业产的因应政策，提升农作物的生产货量、产值以及农渔业灾害的辅导与防治长期策略是否有当，敬请公决。本院委员吴益生。